得同咧？你有冇得同咧？係你 two voice 同班。Thank you.
哈哈哈哈哈！
上面的语言出来的。
Thank you.
没。一首我听一听，要把哦，原来这个是这个不能喊，这个不能喊，都不能喊。没。哎。啊？嗯。哎呀，呀，是用老海呀换。我听不到。嗯。啊，是用老这样来这才行的。好吗？我换海公餐。你海是这个吗？没。还是无菜，还是这个。无。无方餐吗？无方餐吗？两个转。你若是小钓，阿爸知影咯。你若是小钓，去啥方向啊？到处啊。嗨啦，到选啊！我现在有朋友去玩展，问他租出去没有？回家。
叫他把房东给你。他租房子13000。我最喜欢。哦，我觉得装修比较好。我很他在那打很大了吧？而且他有自己的天台。这样一个月薪水，在那个半年的房租在这楼。那我一起住吧，我就分一半。如果三人行的话，就可以更便宜。这没厨房，感觉好色哦。酒店好像。那你煮菜味道就会飞到那个上面了。等我做饭。没法找朋友进来玩。我自己不就是会找朋友来玩的？没有，就是朋友会坐你床上。如果买沙发呢？如果买沙发就是。香港没这种房子，我想跟如果就是台湾有这种房子，你会像哆啦 A 梦一样住在壁橱里面。那壁橱会整个打开的，睡觉的时候。可是平常的话，你就可以比较好。我跟你说，我有家。前面就会腾出很大的活动空间，或者说腾在地上铺榻榻米这样，分两个人睡。你要来？我帮你选，对，给我来 APP， 我帮你选地大方。240。
就开始问好了。一定要切掉啊！去奥运，奥运的。好。我没在上面去过。定啊，现在定，学生可以定香港酒店吗？学生应该定，咱们就可以。不然不可能用携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讨厌携程。因为阿波打不平打开我可以用，携程我用不了。你要找特别的，一直走携程上找。其他的我找。我讨厌携程。我太喜欢。为什么啦？不要换携程。来，美团可以订酒店吗？因为我冇咁长，嗰个是高档朋友。可以。美团省的是非常大，都比较急。我们这里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可能不一家都
这边也在啦。你长了。
最后第三个。Thank you.